作为国际巨星，成龙呢今天抵达台湾，即将参加明天的金马奖颁奖典礼。他也表示，金马奖一路陪伴他成长，很开心能够来台参加。他也同时也希望下一个50年金马再飞腾。我觉得金马奖除了是支持以外，参与也非常要紧，因为是每个人参与才能到金马奖到今天的50年。我希望未来的50年金马再飞腾。 今天下午3点左右，成龙带着深色墨镜，而且一身轻装，抵达了桃园机场。一看到媒体在场拍摄，就主动的亲切挥手致意。当被问到对于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入围人选时，成龙笑说：“大家都是他的好朋友，不管谁得奖，他都很开心。”回答媒体的提问之后呢，成龙随即搭乘商务中心的车辆离开现场。